今天我诺言一语，我要干死对面这个大烂人，好吧，想想办法把他关了。演的应该高分局一样这么用，一样吊打对手的智商。我就问你，学到了没有？你俩怎么上天？过去几个？送任务吗？兄弟，影视剧吧。我杀那个火女啊！我给你一次一技能一次，来我这边靠我。我来了。就大刀哥大沉默了，被沉默了。好吧，哼，开得出公告换我输。没蓝了，先走了。哎，我感觉前面有东西啊，前面有点危险啊，我不跟了，兄弟。操，这没死。被秒了，兄弟们，丽娜引刀。丽娜引刀，再爆一个。啊，兄弟，你现在孤军奋战，先怂一下，别急，我们视野有点差，这一波其实，先走。是吧，点点手出慢了，赢不了，什么叫什么呀，搞
受到攻击。打吧。BKB。没了没了没了，我被晕到死了。我们没先手，我们没有先手，讲道理好不好？我们打能拖到五个圣剑，我们这把就赢了。不是我开玩笑，我们带圣剑比他们屌多了，是吧？隐翅带两把圣剑 A 罩，然后合体我们这边两个圣剑的这个 PA， 然后你再给个大招，然后我再给个灵动性剑，就赢了兄弟。啊，三个小时，三个小时。我操！我被超级兵弄死了，去你妈的！超级兵好厉害！送你一句话：与其赶赶路难行，好不好？不如马上出发。但是这把我们是 GG 的，没有办法。哎，仇家上把吸我分的贱逼，干死你，送死吧今天，来吧。操你啊！救！不是你这个靠没有用啊，提前来啊，他这个玩法玩不了。我真是。操他妈的！跳，啊！能收吧，别追了，能收吧。他在右面。伤亡快，伤亡快！伤亡不敢，兄弟。
有中塔吗？等我天火吗？等我。有有有。他二级甲蓝。有有有。有可以有了。来了。没有三个，不应该打的。我不应该打的。你蓝，你走吗？我他妈从上路打到下路，从下路打到上路。你跟我说一声呀，我有芒果的呀，我没看啊。不是呀，你骷髅王大招被我打出来了，骷髅王大招被我打出来了，盾已经被我们下了，然后谜团和那个沉默双没到，要打的话就趁现在打。救一下我！救一下我！救一下我！先走。没蓝，没蓝，没蓝，没蓝！你真他妈无敌，无敌击败呀！快走！你干什么呀？上上上！只要墓碑断好一点就行了，墓碑断好一点是可以打的。啊，可以打。先走，先走，先撤了。墓碑没了。骷髅王死了，骷髅王死了，墓碑没了，先走。上路，上路，上路，上路那个位置能救吗？后排被切光了，兄弟们，你们后排被切光了，再抱怨后排没了。来啊，我刚开墓碑的。来你们了。来给卡好吧。傻逼干嘛了？我操他妈的！气了，我他妈没气了，抽到干妈，哦，吹到，吹到！老大，他伤心了。不会吧？啊！
我有针眼，我这个位置。有大、啊。他还有大，还有大，还有大，他杀心了。我呀。还跟他们双大哥打，兄弟们。没事。打打打打。他没蓝了啊！他有蓝，他有蓝，他有蓝。我们是打严法了吧？这个吗？你们觉得呢？哎，他拉我一个，我要买吗？先走，先走，打盾区，打盾区，打盾区，走走走，打盾区。杀王，救一下杀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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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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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了！唉，最后那一波很重要，最后那一波，那一波盾团，我靠，一波翻皮了，兄弟，一波翻皮！我前面这么干我，一肚子火，靠，还是赢了。